底下留言，他需要负上责任吗？他讲的东西会被当成是你讲的东西，你自己发的那个免责声明，它的力量大不过法律。如果我们举办这个地位的话，2012年之前，只要3个人在路边讲话，你其实是要申请执照的。在2012年之前，一群人聚在一起，你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。8点，比赛，接受世界无间断音乐。